胸罩他，他不会死，他一定会来救我的。胸罩他已经做到好了，只是他来不了。 记住，兄长已经死了，不能让他不得安息。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带他转告你，他要你活着，一定要活着。你们若谁敢驳带他， 害死了定兰，你把他害死了。父皇为何难过？姬定兰是为祸社稷和父皇您的妖孽，而臣替您铲除了他，这是他应有的报应，您该感谢儿臣才是。妖孽，你高高声声说定兰是妖孽， 可今天做出这种残害手足之事的是你，到底谁是妖孽？朕心里清楚。你给朕听好了，就算定兰死了，你也得不到皇位，你不要再痴心妄想。儿臣的所作所为，根本就不是为了皇位。 而臣是为了无缘无故不受父亲喜爱的自己，和为蒙冤死去的母妃讨一个公道。公道，你母妃污蔑皇子皇后，死有余辜。你这是自以为众人皆醉，唯你独醒。 你只是一个被人看透了的傻孩子。我是傻，所以我才做这么多，只是为了一个是非对错。